那你现在的工作，演艺工作是要经过专业训练的吗？没有经过训练，就是自己从小就爱唱歌。虽然大学、唱歌是吧？对，虽然大学学的电子，但是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演出啊，就是自己本身就爱唱歌，然后虽然没经过老师的培训，但是唱的还 OK， 足以混口饭养活自己了。唱情歌容易追到女朋友吗？对，这个女朋友就是。介绍一下自己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肖毛毛，今年28岁，来自江苏淮安。说一下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我俩是在我老家认识的。当时有一个小胖子吧，他看到我在人群中嘛，因为我腿有点不方便，动过手术之后嘛，我都没。你腿怎么回事？我腿是16岁的时候动的先天跨关节脱位手术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看到他们特别亲切，过去跟他们打招呼，然后。那个小胖子当时就跟我要了电话号码，就是小胖子先看上你的是吧？他就是看上你了，是真的，是吧？是的，小胖子是你的队友，对，队友，跟你差不多大年。对，然后后来大家都在一起嘛，一起一个团都在一起玩，然后不知道咋的接触，又跟他玩上了。就是他特别的心善，好比呢去步行街有很多。要饭的或者流浪演出的，他一般都是见一个给一个，然后对我呀特别无微不至，然后根本没有嫌弃过我。走在街上呢，都是无时无刻不拉着我的手在走，别人说什么他都当没听到。那会儿我跟他一起出去演出嘛，是吧？演出，然后你都不工作了，跟他去演出了？后来为了跟他在一起，我把工作都辞了。哎呦，付出太大了。我爸大家都气了，说你那好好的工作不要，你非得跟他出去。他带我去玩是吧？景点那要爬好高的山，那山上好多的年轻人都爬得可吃力了。我本来腿就不方便，他呢他还好。